清净六
琉璃玻璃河村上有楼阁一一青林琉璃玻璃车骑赤兔玛瑙二叶树村赤松莲花大路赤轮金色金光黄色盘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相接这里花极乐国度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要这里花比我国度常住天也黄金为地主也六十一天曼陀罗花极度庄生长一群丹可以一个生中妙花供养他方十万亿波及一世世半道本佛万世精行这里花极乐国度成就如是功德庄严何者这里花比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妙百合风趣因无事离家园并且共鸣之鸟是这种鸟昼夜流失出何雅音其音隐藏无根无力其菩提魂八圣道本如是等法其度众生闻是音义皆悉念佛念法念僧这里花如无为之鸟是是最高所生所以则何必佛国度无善恶道这里花其我国度尚无恶道之名何况有是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一念法音现六根化所造这里花比我国度
量相佛无量藏佛大观佛大明佛宝相佛净光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一起观诸观藏实相遍如三千大千世界所称是眼如等众生当心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里何非愿世界有因勤佛最深因佛难取佛日生佛王明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一起观诸观藏实相遍如三千大千世界所称是眼如等众生当心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里我讲完世界有四智佛明文和明光佛大摩佛法藏佛智化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一起观诸观藏实相遍如三千大千世界所称是眼如等众生当心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里三观世界有梵音佛、修梵佛、相三佛、相观佛、大眼前佛、杂色八万眼神佛、娑罗树王佛、宝华德佛、见一切依佛、如须弥山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一起观诸观藏实相遍如三千大千世界所称是眼如等众生当心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里我一路一因何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里我若有善男子善女来闻是经受持者即闻诸佛名者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皆得佛推转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等皆当心受我意及诸佛所说舍利弗若有人以法眼净法眼当法眼一生阿弥陀佛口者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依彼佛陀罗一生罗尽生罗当生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心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如我见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彼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如诸是言释迦牟尼佛能为圣人稀有之事能以娑婆国土无著恶世界作见作烦恼作众生作命作众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所示一切世间难行之法当知我亦无作恶事行之难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所示难行之法是为圣难佛所持见义即者比丘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闻其心所着力而起佛说阿弥陀经把一切业障根本得正见得多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智多耶多毗耶他阿弥利多佛毗阿弥利多悉檀佛毗阿弥利多毗迦伦帝阿弥利多毗迦伦多揭弥利揭揭那智多迦利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智多耶多毗耶他阿弥利多佛毗阿弥利多悉檀佛毗阿弥利多毗迦伦帝阿弥利多毗迦伦多揭弥利揭揭那智多迦利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毗耶他阿弥利多佛毗阿弥利多悉檀佛毗阿弥利多毗迦伦帝阿弥利多毗迦伦多揭弥利揭揭那智多迦利娑婆
大家走到
南无阿弥陀佛。
归位了，归位了。啊，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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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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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Namo Sawa Tantaya Tawa Chati An Sampo Nai Sampo Lai Ho Namo Sawa Tantaya Tawa Chati An Sampo Nai Sampo Lai Ho Namo Sawa Tantaya Tawa Chati An Sampo Nai Sampo Lai Ho
Namah.
三拜之后，接着上佛前大号。
南无常住十方王，南无常住十方圣。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南无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南无当来迦旃弥勒尊佛，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大慈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大恒普贤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南无清净大海众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护法维陀诸天菩萨，南无极乐身众菩萨，南无历代诸事菩萨，南无大乘金那罗王菩萨，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南无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南无当来消身弥勒尊佛，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大慈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大恒普贤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南无清净大海众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护法维陀诸天菩萨，南无极乐身众菩萨，南无历代诸事菩萨，南无大乘金那罗王菩萨，南无萨瓦达耶多瓦勒遮帝唵三菩提三菩提吽，南无萨瓦达耶多瓦勒遮帝唵三菩提三菩提吽，南无萨瓦达耶多瓦勒遮帝唵三菩提三菩提吽，南无遮勒婆耶耽耽耶多耶耽遮耽唵遮勒遮勒婆提遮勒婆提遮勒遮婆诃，南无遮勒婆耶耽耽耶多耶耽遮耽唵遮勒遮勒婆提遮勒婆提遮勒遮婆诃，南无遮勒婆耶耽耽耶多耶耽遮耽唵遮勒遮勒婆提遮勒婆提遮勒遮婆诃，遮遮遮将为三方四方佛，众王者成仙，下济六大品，登十二大悲，随缘解宝般，令尽智者得无量般若蜜，三德六位，广获其身，化解有情，普通供养，安遍耶那三宝哇，化如来吽，安遍耶那三宝哇，化如来吽，安遍耶那三宝哇。
恭请我们法眷代表感恩诸位法师、诸位护法、诸位义工菩萨、诸位同修大德及网路前的全体同修，感恩参加家师上见下空老和尚入殓仪式，我们仪式到此圆满。我们法眷代表感恩大家，礼谢大家的发心，给家师上见下空老和尚一切的照顾，诵经念佛，感恩大家。法眷代表在佛前感恩大家礼谢三拜，拜这个入殓仪式到此圆满感恩大家的发心那么我们这个极乐寺的佛堂49天日夜念佛那么大家同共发心在台湾地区的同修大家方便可以轮流现在还是在疫情期间所以
次啊，人不能太多。那我们由极乐世界的极乐寺的啊执事干部啊来安排啊这个人数。那我们座位的距离啊啊大家啊按照政府的规定啊啊有一定的距离。那我们啊49天呐、啊，这个都在这里啊啊立个念佛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极乐世界的长极光净土啊，时时刻刻没有离开我们啊，时时刻刻在照顾我们啊，也时时刻刻在为我们开示。老和尚虽然啊，他这个肉身放下换莲花化身了 啊，但是啊，他的法身常在。法身不灭，特别是我们净老和尚啊，他讲经说法啊，这个现在留下来的这个视频啊，音带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们天天听老和尚讲经说法啊，如同老和尚在世没有两样。那么大家都发心啊，要恭敬供养。那么最好的供养就是依教修行供养。我们净老和尚的开示，我们听的要真正的去理解，理解之后啊，要去落实，要把它做到。那这样啊，就是依法修行供养，这个法供养这个是最殊胜的啊，也是最重要的啊。一切的法就是教我们啊，要依教修行，这样啊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啊。如果没有依教修行啊，我们法虽然听了懂了，甚至我们会讲了，我们没有去落实，没有去做到，还是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这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啊生前谆谆教诲啊，不断的耳提面命，不厌其烦的一遍又一遍的给我们开始啊，传这个弟子啊，一掌成舟啊，一遍不开悟两遍，两遍不开悟十遍，十遍不开悟百遍，总是不厌其烦。一直在六个教导啊，那么往往我们在境界现前啊，习性烦恼控制不住，不知道不对，但是还是不对犯错啊。这是我们当前呢，大家没有功的地方，怎么来克制啊自己的习性，这样才能提升自己，一禅二助业。见到和尚啊，对我们平常人开始，是时时刻刻开始。所以啊，我们现在打开电视，随时可以听到我们老和尚的法音宣流不断。所以师父这个受身、色身呐、啊，放下来，他老人家换了莲花化身。但是他的法身是时时刻刻都在我们周边，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这一点大家务必要能够理解。所以大家难免啊，人之常情所啊，就会死心。总是不死，但是佛他都要事前预判。你看，不要说真假，一直中下无现灭度。那世界灭度也是教学，也是在提醒我们。啊，那么让我们用功。啊，那如果佛一直在世间，那我们总会觉得啊，
今天不许还有明天，明天不许还有明天啊，这样这个也会懈怠啊，会退转啊，所以佛事先灭度啊，反而激起啊弟子啊他们护法向上，我们净老和尚往生西方也是激发我们，他走了那我们怎么办？那我们就不学了吗？就不修了吗？就不弘法了吗？啊，三年前啊，我们老上啊临时叫悟道到法国去啊，临时的啊，那么他老人家给悟道一个开始，他说他老了，他这个自行化他的工作要交给我们的，好像接力赛跑一样，接力赛一棒接一棒，那么他老人家也是接前面的祖师大德的棒子跑了一段了，现在他的棒交接给我们，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往前跑，这个是我们大家师兄弟子要同共发心。那么特别感恩网络上世界各地的同修，大家都一样，虽然大家呢没有到现场来，但现在呢透过这个视频也如同现场啊，我们大家听过老上讲经都知道，法身遍一切处，无处不在啊，所以虽然不在现场，跟现场没有两样，只要我们的心相应，那么在哪个世界哪个角落啊，我们都是同在的啊。这个特别感恩啊网络前的同修啊，时时刻刻啊关注我们净宗啊，关心我们净老和尚的一些动态啊，非常感恩。好，那么网路前的同修，我们这个四九天啊，在这个现场也会直播啊这个助念啊，那么大家呢发心啊来念佛啊，回向给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是遵守我们老上再生啊的开始，他的教导啊，所以大家难免哀伤，但是我们要节哀啊，念佛啊，这个印光祖师也是对莲友这样的开示，记得亲人往生了，我们修学净宗的弟子啊，就是节哀念佛。知道这个才是真正的报恩。好，那么今天到此圆满。那这个佛堂啊，我们都四九天都在念佛啊。那么网路也是四十九天啊。那四十九天后啊，那才有出殡啊。那个时候也会有网路直播，那么恭请网路的是这种同修啊，大家啊留意。好，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加持净老和尚的入殓仪式五供到此圆满啊，再次感恩大家，祝福大家福慧增长，六子吉祥，身心安康，事业顺利，阖家平安。阿弥陀佛。李县和尚慈悲开示，祝成顶礼三拜，不为礼。拜真福真慧，恭送和尚为了，免受。
圣为本业众法师。恭送这位法师。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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